好，放回去，放回去。谢谢啦。所以，这个是开关，你把它打开的话，这边有，这边你看这银色是不是一点两点这样被我连在，然后线这样子画一圈，一点两点这样连起来，那它是是不是就是会是一圈？它就是一个线，对，叫回路，对。所以我打开它就会掉。然后你今天把另外一个，比如说有灯放进来。因为有通电，对，要缺乏一些防疫物资。我们公司也是提供了350万的防疫物资给那个中和的双和医院。那我想这是我最后一张投影片这53年前德州仪器长这样。那我们量域呢，就是所谓的毫米数除以总数。可以看到左边这边就是所谓的总数，总共的总数是5。IC 晶片，好，那这里，我终于也有问答时间了。对，好，那这里我想要问。